起，风声又响，心中火球在执掌，我唯有握紧长枪，任众人笑我狂浪。山与渊只身闯荡，天与界人影翱翔，参正义无我无相，领主者不畏轻伤，手中的飞雪狂妄，血泪如战的徜徉，眉眼之间风霜，一心之路无望，六道敢闯，虚空世界似镜中之花，风雪之下白骨华沙身。深渊里爬出的杀戮之魔，血魔是什么？据说巫神在很久以前圈养过一批高阶魔兽，巫神将自己的血液注入他们体内，但并非所有魔兽都能适应巫神之血，绝大多数在注入巫神之血后陆续惨死，而少数能将巫神之血完美融入自身的魔兽则获得了强大的邪恶力量，成为所谓的血魔。龙山楼也搜集过相关情报，但从来没有找到过证据确认血魔的存在，没想到他们居然拥有变身人类的能力，一直潜伏在我们身边。难怪之前感觉他那么重，原来本体是这么个怪物。不行，不能在这里和他动手。各位，我把他引开，你们趁机脱身。血鹰，想跑？我血鹰，受死吧！血鹰，小心！哥哥，白大师，嗯。下去不是办法，得赶紧换个地方才行。到底要去哪儿啊？这眼看着就要进毁灭山脉了。血魔的空中优势太大，无论在哪儿，血鹰都很难取胜。我想，他的目标应该是那里。黑魔影，刚才不是还说要与我战个爽快吗？脚底抹油算什么本事？既然要战个痛快，怎么能不挑个合适的战场？哼，挑好了吗？挑好了，我送你做墓地。哼，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
上就到黑风崖了。黑风崖这么危险，雪鹰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呀？东伯领主自有打算，我们跟紧便是。既然你喜欢，那我就把这块墓地留给你好了。大言不惭的人类，去死吧！在雪鹰岭我还有所顾忌，害怕伤及无辜。现在，哼，也该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了。东伯领主终于要用太古血脉了，他觉醒了太古血脉。现在你们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年轻就突破称号级了吧？哥哥，好强！可这小子为什么拖到现在才用太古血脉啊？两人若是都使用全力，以命相搏。雪鹰岭恐怕都会被夷为平地。这只是其一，恐怕还有其二。哦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怪不得人类朝方看好你。再给你几年时间，他要突破超凡级了。很好，这样的战斗才势均力敌。这就是你把我引到黑风崖的原因吗？没错，我看你这下怎么飞。你以为没了空中优势我就杀不了你了吗？漂亮，这就是余姑娘说的其二吗？没错，血魔身形太大，被黑风卷入深渊的几率也就更高。这么说，哥哥有赢的机会了。只要东伯领主体内的斗气还坚持得住，去死吧！
火神大人那里继承来的血。血魔在吸收哥哥的斗气，巫神之血拥有极强的侵略性，没想到还能以这种方式掠夺别人的斗气为自己所用。这巫神之血竟如此厉害！看你还拿什么跟我斗？可我没有力气了。不错嘛，还能站起来，我看你还能撑多久。说好要一起站在强者之巅呢。血魔太强大了，我的力量被他夺走了。哦，是吗？再给我些力量吧，我需要更强的力量才能战胜他。哎，你觉得刚才是我的力量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力量不属于我，也不属于你，它存在于天地之间，你又怎能占有它呢？天地之间，天地万物不分彼此，你存在于天地之间，你也是万物中的一部分，你不能夺取它，放下自己要去感受它，它的温度，它的光芒。万物一体，不分彼此，天地之间一切力量都是统一的。你小子也不傻嘛。玉姑娘怎么办？这无知的人类，都给我死了！万物即我，我即万物，无我才是真我。雪鹰，雪鹰，哥哥，看样子你已经摸到了万物境界。临走前再送你两句话。第一句，气如云起，自在纵横。你被我吸光了。第二句，天地洞明，万物
雪鹰，青石，青石，小心，哥哥！啊啊啊！雪鹰，雪鹰，雪鹰，跟我一起下地狱吧！雪鹰，哥哥，再见了，哥哥！快来扫这个二维码吧，关注雪鹰领主动画官方微信，第一时间获取雪鹰领主最新幕后信息，见证东伯雪鹰超凡之旅。记得开通腾讯视频 VIP 哦，给我们多多支持，并且可以多看一集哦。雪鹰领主同名手游预约现已开启，立即扫码预约。那一刻凝望你，被月光拉长了身影，我的掌心降落一片回忆的晶莹，风摇曳着期许，仿佛你在耳边回应，温柔的笑藏你眼底弯月的憧憬，回眸间昨日如同初见眼前，梦岁月落雪无声带走那思念，如果爱被搁浅，命运让彼此擦肩，没有你这世界不过一片残缺，转身一边心宿飞舞思念，让悸动缓缓起伏你我心间，脚印深浅刻进漫长岁月，时间念蔓延出新的曲线。